草草，代志也袂讲解大条，啊，着烦恼甲强迫挡袂牢。今仔日风真透，春花一颗剑头，代志是永远做袂了，心事总是遐无够。有人讲生在世何必来怨命，好仔三只拢是轻巧甲平活，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官，一定做甲强甲跳甲俗甲忍甲醉甲装甲水甲。今仔日风真透，夜衰着紧落跑，常常来笑我什么拢袂晓，我听讲你嘛无介意到。是永远做袂了，薪水总是嫌无够。有人讲生在世何必来怨命，好甲三只拢是轻巧甲平大，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官，一定做甲壮甲跳甲爽甲忍甲醉甲醉甲醉甲。今仔日风真透，夜衰着紧落跑，常常来笑我，什么拢袂晓，我听讲你嘛无介意到。谢谢贾斯汀，贾斯汀。Hey, 你太帅了！哎呦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太棒了！我有一点要请教你哈，嘿、hey ，一定做噶、痛噶、跳噶、松噶、拧噶、醉噶、增噶、碎噶，哇！练就我们不简单，我们四个评审底下在念，我这是变了念自己。怎么念都念不顺呢？你还要唱到这么顺畅，很不简单呢！你真的好棒哦，而且你的咬字哇，今天真的你是最棒的，我觉得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觉得真的看到你的表演就会爱上你哎。谢谢老师，有请荒山亮老师讲评。好哇，贾斯汀，你这首歌真的不容易。谢谢老师，而且你都完全没有唱错的地方哦，我觉得太厉害了。那我们常常讲说要学一个语言第一步就是学他们的歌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好的一个例子，因为唱歌唱久了，你自然而然对这个语言熟悉了，就会越来越好。那然后而且你的台风非常好，就是他看起来很从容，然后他也不紧张，然后整个那个都非常的稳定，然后看起来毫不费力，我觉得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。不紧张是演出来的，是演出来，一定要加倍努力才能够看起来毫不费力嘛。对，可见你背后一定下了很多的功夫。谢谢老师，而且刚才你们俩的合唱真的很棒，所以今天两位真的很，这个过年有这么好看的节目，真的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老师，接着有请阿德老师讲评。好，我先讲贾斯汀有让我感动的地方哈。第一个感动是你一开始讲那个橘子那个故事很感人。然后第二个是你今天唱这个歌哦，虽然有舞群哦，但是你是我看过就是唱跳哦表演效果最好的，因为你只在重点的地方不经意的让大家看到你的舞蹈，因为会刚开始觉得你都没有在跳舞，你只是唱歌而已。那你第三让我感动的就是你每唱某些句子都会有动作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于是在提醒我们说这句台语我是懂的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所以就整个感觉就是很棒啊！再加上后面那么难背的那个歌词哦，我觉得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客人真的很幸福啊。谢谢老师。